百变唐嫣身着青花瓷长裙上封面，美唐回归期待新剧烟云台。唐嫣早秋青花瓷长裙出镜，红唇黑发艳丽回归，登上杂志红秀 Grazia 第466期封面，演绎早秋独特复古风潮。唐嫣复出后首部剧烟云台也即将要开播，本剧主演有唐嫣、窦骁、于诗曼、金超等，主要讲述大辽萧太后三姐妹的人生传奇，家国情仇、女性成长题材看点十足。